别动，你这个骗子。杨轩怎么了？我骗你什么了呀？哼，你骗我什么？你骗走了我的目光，从此我的眼中只有你了。你吓死我了，杨鑫，我以为发生什么了，你干嘛呀？一点都不正经。这老师一本正经的，这不是没去吗？走一些，我带你去城里。去城里干嘛呀？那么远，哎呀，我不去，我这里活还没干完呢。哎呀，走吧，我带你去，有事儿，走，走吧，走，别弄了，走走走走。去干嘛呀，杨鑫？走吧，今天我们去城里的话，你去换个衣服，就穿那个上次我给你买的那个小裙裙。这就不行了，这个衣服。这个行是行，但是你换上会更好看一点，去吧。好，那行吧。嗯，好，我等你啊。杨鑫。嗯。穿好了，你看这样子可以吗？这个样子真的太可以了，走吧走，就穿这个。杨鑫。嗯，怎么了？这里干嘛呀？这里是电影院，当然是来看电影呀。文心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有一部非常好看的爱情电影，错过了就没有了，而且这个票很难抢的。走，我带你去看吧。什么电影嘛，神神秘秘的，还要花钱看？走吧，我们不看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文心，这个票买都买了，而且马上都快开场了，走吧。都花钱，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！我们不看了，去把票退了吧。哎呀，微信走吧，走，我们 去拿票走。你好，美女，那个两张电影票。好。嗯。嗯，好嘞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嗯。我从来没有看过电影，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这不是因为我吗？走吧，快，走走走走。走吧，微信。就坐这里吧，这里离得近一点。人好像还不少耶。哎，那个地方是在干嘛？好像是在表白耶，好浪漫啊，杨鑫。真的耶，看看。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告诉你，我们两个永远是可能的。拒绝了，好可惜啊。是啊，文心。如果是我跟你告白的话，你会同意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跟我表白呀？你别开玩笑了。文心，来，你跟我来前面来，你来吧。干嘛呀，杨鑫？文心，下来。文心，你听我说，其实今天这些全部都是我安排的朋友，然后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了。在一起。文心，我想对你说几句心里话。在我们认识的这一段时间里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你当过外人，甚至像家人一样。在接触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每天都会想你，时时刻刻都想看到你，虽然很多人并不看好你，觉得你并不好看，但是人的出身根本就没有办法选择，但是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改变自己。你有着别人身上没有的品质，你就是独一无二的。温馨，这一次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来，助理把花给我。温馨，我知道不明不白的开始就会不明不白的结束，所以我选择让所有的朋友都来见证我这一刻。温馨，做我女朋友吧，好不好？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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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杨馨，其实我一直很自卑，我离过婚，还带着一个孩子。我怕我自己配不上你，我怕别人说你闲话。但是今天，我想勇敢一次，我愿意用我的余生去陪你。
我愿意。哦，温馨，来，你把眼睛闭着，然后我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。还有一个惊喜啊？对，来，你过来，你站在这个地方，你不要动，然后呢，你转过去一点，转过去一点，然后呢，我让你转身的时候，你再转身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阿姨，阿姨，你们辛苦了。你看那个温馨现在在下面等着了，走，我们去找他吧。好，走吧，叔叔，走，走，叔叔阿姨，来，慢点，叔叔阿姨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想给温馨一个惊喜，我会让他转过来，好吧？好，温馨，你看。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们了。两天了，也是。那个人都把我妈他们给我接过来了。我说谢谢你，杨希。温馨，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里面，我肯定想把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的爸爸妈妈接在身边，然后来见证这一刻。温馨，只要你开心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去做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抱一下，温馨，那抱一下。